今日带大家去英国嘅超市走一走，好去边？$12，但係好實淨喎，但係未擺嘢已經好重啦，但係好實淨，非常好。咁咧，我就我哋住酒店對面咧，咁啱咧有間叫做係華人超市啊，我因為好多嘢賣嘅，有泰式啊，有柬埔寨啊，總之係好似中式嘅嘢咁樣咯。泰式嘅魚露咧，呢度都有，咁當然會貴過香港同埋喺泰國買啦。咁咧，我哋發現有一間咧係99便士嘅 shop， 即係一磅都唔使啦，即係好似香港嘅$12城啊，或者係日本嘅 Daiso 咁樣咯。咁真係乜都有得賣㗎佢。嗱，有呢啲 sticker 又有，日用品又有，食嘅嘢又有。咁當然有一啲價錢嘅就唔係一磅咁樣咯，係啦。咁都幾平噶，其實。好似呢啲朱古力醬咁，你睇幾大啱，都係咁嘅價錢。仲有，你睇下個粟米。三罐裝都是這樣的價錢，這個玻璃燈啊，在法國做的 Made in France， 都是99便士。大家看看這隻鹽都是一磅不用啊。